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天没吃东西了，多久了？你去给我削个苹果。你说你一个女生连苹果都不会削。 算了算了，你别笑了，我直接啃，你喂我。啊，哎你，这人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自己吃起来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术后不能吃生冷的食物，你快给我吃好了。伤口怎么样了？啊，疼，啊，好疼啊！ 疼了，哪儿？这儿。你为什么要拍我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先骗我。你说过我醒来的时候，你会在我旁边。你为什么不在？好啦，那就算扯平了，对不起。 我才知道你可以跑那么快的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我又不像你这个冷血怪，换做是谁我都会担心的，好吧？我去问一下护士，你们吃什么？一会儿饿死。